嗯，我也就是上去混个脸熟，可以下都是荣誉，王老师，不，就是上去搞个 我笑们都是下不上的人啊。的，哎，我能下也不是我厉害啊，就因为我不下棋了，不下棋等级分还在那儿，我的等级分就掉的比较保慢。持住。对，棋友们啊，就是我们说句实话，要下棋的话，分分钟就没了，那个就如流水一样啊。王老师谦虚了。那咱们这个赵晨宇是，出生于99年的，他是现在目前等级分是排名第10位。因为很明显了，就是小赵已经是，有很强的一个冲击的这个状态了。世界大赛也是拿到了一个前四的好成绩嘛，对，四强。只是非常遗憾的止步了半决赛。输给了申真谞。对，现在来看，输给申真谞这个事情，至少不丢人啊，那对吧？确实是，所以说，然后，维贾的话也是多年的维贾主力啊。我印象中他应该是在江苏队啊，而且和米雨婷、黄毓松啊，在一个队，而且江苏队也是维甲的前几名的常客啊，对吧？是的，就是所以很稳说定。非常的稳定，就是在持续的这个进步中啊，20出头的小伙子啊，他这个棋风好像也是属于比较稳健型对，棋风曾经也是最著名的就是把那个韩国的朴廷桓的。啊。磨得没有脾气啊，只用了一招防守啊，就把我们的朴天王啊，小朴就饮拿恨下了，拿下啊。了。对，上来布局吃了点小亏之后，又用了一招防守，就再也没有出过拳，然后小朴就没了哦，那这个实力确实也是是非常的强很可啊，怕，就是，很强劲。当然了，这个吹了也没用，因为球迷就会问，那既然那么强，为什么没拿到冠军呢？这个事情就真的，就是大家看一看天元赛参赛的这个名单，你就知道了。哪一位又不是世界冠对军对呢？对，就是想在中国，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年轻棋手，我经常有时候在，讲解或者说跟棋友们互动调侃的时候，我说，有些棋友们总是问我，中国的后起之秀哪个谁谁谁，觉得我看好谁，或者是谁谁比较强，我说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首先不知道他们谁强，我说不知道谁强的最大的原因是啥呢？就他们现在有个最大的就是一个难点。就他们很难拿到世界大赛代表中国队的参赛资格，就，就是有一身实力，但是对，空有一身实力，不你知知道道怎么吧？展现对，他展现不了。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就请我们放心，不是说有什么猫腻，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啊。那就是比如说排名啦、等级分啦、你的积分啦，甚至很多的中国的参赛的这个名额都是选拔出来的国家队，那你选拔时候选不上呀，所以说你也不能怪那个教练组或者说是国家队不给你机会啊。但是真的，因为跟所有的世界冠军一起混选的嘛，想出人头地好难呀是，啊！因为我那时候那个年代，就是至少没有那么厚啊，就是说你稍微厚度确实是，努力一下，虽然说不会次次都参赛，但是呢总能反正撞大运总能撞到几次啊。现在的小朋友们真的太难了啊！虽然说，国家队一如既往的经常推出这个选拔，给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但是你要想在这个数十位这个世界冠军的围追堵截下啊，那个脱颖而出，真的太难了太难了，啊！因为大部分世界冠军也要选拔的啊，因为名额是不够的 嘛，是的，是所以的，说这个，像赵晨宇这样的棋手，我觉得真的就是缺乏一个稳定的参赛的机会啊，就是很多年轻棋手。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咱们这种厚度当中去下这种预选啊选拔，其实对他的个人的水平也是一种提升吧。越是竞争激烈的环境，是不是会？水平肯定是突飞猛进，但是有一个很就是扎心的问题，最近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个流行词叫内卷嘛？就说是的，你突飞猛进，人人家家也也，在突飞猛进，就是说你得在这个突飞猛进里面比人家更胜一筹，你才能脱颖而出。对，就我们比如说他的对手涂晓宇，其实已经成名多年了，新人王都拿到手软了，但是呢，我印象中应该还没怎么代表中国队参加过世界大赛啊，在围甲可上，能只有这种公开赛可以参加，但在围甲是上也是邀已请经赛的话，担任了几年的绝对的主力了，但是呢，那个我的印象中啊，我记得不清楚，但是呢，我反正我觉得他很少代表中国队出场啊。
所以说不能说绝对没有代表过，这个我们不敢打这个保票，但是确实这个面孔在世界大赛上，或者在韩国人的眼中，可能甚至很多棋手还不知道你涂晓宇是谁啊。嗯，因为你出镜率太低了嘛。是。但出镜率低不代表涂晓宇没实力啊。嗯。对吧，就还得多加油啊。嗯，那肯定是。我们来看一看这盘棋啊。好。那这拆先是涂晓宇的黑棋啊。对，下了一个。造成一个白棋。哎，你看这个魏晶。嗯。你有没有感觉就很体现性格啊。哦。这个怎么体现性格？你就看了八步棋嘛，嗯，你觉得对吧？哦，对，这个黑棋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白棋还是很体现风格的。白棋很明显嘛，对吧？就是一个那个不紧不慢的高手，扎实，对，非常扎实，是心平气和的、平和的一个高手，对吧？嗯、你那个如果不是此类高手，绝对不可能下两个小尖的。对，你说还能比小尖？速度更慢嘛，我相信没有了，对吧？是的，只能这样了。要说下的后棋，下的后手，后发制人，嗯，那个这个两个小尖也是极致了，嗯，所以，非常的鲜明。涂晓宇应该是一个偏攻击的棋手，我印象中，嗯，那个像我没怎么，我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没怎么跟他们下过棋了，嗯，因为我已经退休了啊。但是呢，我确实名头很响啊，这些小朋友我还认识啊，嗯。年纪也很轻，因为他会拿一些青少年的冠军嘛。嗯，而且当年我印象中十几岁，他和赵晨宇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就早早的被，比如说某个围甲队啊，就给签下了，签下那个签入那个揽入怀中，然后那个每年给他那个固定的一个主力的位置，他下围甲，而且他下围甲的战绩呢也是至少是。输输赢赢啊，嗯，没有说某一年下的特别糟糕，嗯，还是撑得起来的，对，稳步的也在前进、嗯，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或者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战绩、嗯，因为大家也知道下围甲联赛，那你的对面全部都是世界冠军，对，我没有什么那个 好柿子啊、好果子吃啊、对吧？像我这种好果子，连替补都挂不上的、就是这样的啊。孟老师老拿自己出来说事儿。不，我这样做，你想搞那个下个什么退休的这种老同志，那个退休老同志报名都报不上的、想也不要想的。所以说那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当他磨练几年之后呢，他一定这个棋艺肯定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嗯。而且他关键是能赢棋啊，他不是说天天被动挨打呀、对，他是有赢世界冠军也很正常的，嗯，很具有实力的。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棋，说完之后，下一步棋就来了，就体现出我觉得黑棋的风格了，非常的激进啊，嗯，这里其实更多的一个我给其实我们推荐的是这步棋，嗯，拆二，其实我们下我觉得挂完之后去拆二会去非常的简单，因为你们就、大家就记住一点，尖顶脱先就行了，也不要长啊，你就直接继续的去走大场了，嗯，因为这里当黑棋白棋去虎或者搬之后，其实四个子已经略显重复了，嗯，我们给大家所谓的首割一下啊，这个样子啊，其实它甚至还不如这样子的一个推进，哇、这样子已经有点偏委屈了，对，是刚才还不如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在拆二的情况下呢，也不担心对方尖顶，然后别的也就没了嘛，飞牛挡嘛，也没什么别的后患啊，非常的。好用的一步棋啊、嗯，然后以后的话呢，你再从这边过来，再从这边慢慢渗透它啊，循序渐进嘛，对、啊，慢慢威胁，啊、慢慢、慢慢来啊，嗯，直接来的话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就是一个邀请你来战斗，嗯，我今天就摆出一个拼命三郎的架势啊，你来不来啊？你如果是跟我夹击，我相信马上就是出头，啊、直接怼你正面，嗯，这时候肯定不能飞啊。飞的话就失去这个加的意义了，一定是出头、作战啊，作战啊，但也有可能这么出，这个具体怎么出我不确定。对、就是体现出他一个旺盛的斗志吧。嗯，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小将。是的，棋下非常的积极。嗯，我发现这盘棋跟刚才那盘棋白棋有点类似啊。这个时候当对方来邀战的时候，白棋没有选择正面作战，而是点了个角，取了个地。我觉得你上来是可以做这个。适当做一点回避的，嗯，但是呢，你在关键的地方该站还是要站的，嗯，还是要先出手的。就像刚才其实看了那盘棋之后，我觉得谭笑明显状态有点不佳啊，嗯，后边虽然说还没有结束，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啊，嗯，我预测应该是凶多吉少啊，就是因为你上来下这些点角问题不大，你该出手还是要出手的，嗯，就不可能说
一直守的。我们来看看赵晨宇是怎么下的。这个白棋走完之后黑的取角，黑棋的拆回啊。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就不要拆二了，嗯，因为已经有了自己一个子之后呢，是的，要拆得高一些，因为你要预判到对方有可能会去顶这个角，其实我们当他顶角防守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拆三明显比拆二的效率明显高啊，所以说我们这里要做拆三，嗯，先做拆三的话呢，因为没有这个子啊，不确定性很大，所以说，建议大家拆二。现在的话，肯定是拆三会显得更加积极一些。对，因为白棋尖顶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再加上，左下本来就选择了一个取外势的定势，和这个外势也是做一个模样的呼应。嗯，应该说下的非常的标准啊，非常的正统啊。嗯，好，那白棋继续脱先挂角。啊，白的就是白的，我觉得战略目的也很清晰啊。赵晨宇的角度呢，我视角里呢，我就先给你打散，就把这个地方放在这，反正我死死不了这两个子、嗯、你来攻我，我反正不死我就连续脱线、嗯、你不攻我以后再说，我再伺机寻求反击，总体来说就先捞空、嗯、然后不让你成什么大模样大事啊、嗯、先分割啊、双方应该说是下的都非常有针对性啊，对对手、啊、嗯，而且我相信他们两个因为年纪差的不多，嗯，应该是也是平时经常会交手啊、哦，就是就算比赛下的少，但是那个平时训练肯定经常在一块儿，嗯，因为属于同龄人嘛，所以对双方的互相之间的棋度和一些风格，应该说是都心知肚明，嗯，下的比较沉稳啊，黑白棋先分割，我们看黑棋下一步，黑棋跳。这个不守直接就跳，哎，这个对，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奔放了啊、嗯、就不怕双飞燕进来了吗？哦、嗯、他是不是想这边走一个先手，然后我可以靠上啊？不可能的。哦，这边白棋是不会，就算白的顶，白的绝对不可能说是落后手让你走的，就是这个也太想当然了，嗯，对吧？那你这对面这个对手也说白了也显得有点太菜了、嗯、黑的白的可能会去顶，因为被飞确实很危险、嗯、但白的顶黑的肯定会长的嘛，白的一定会这地方争先手，他不，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去这样再尖了，嗯，那再尖就刚刚魏金说的甚至直接就压了，这个白黑的太主动了，嗯，就这个大胖子直接和下面这个大胖子两个大模样啊就呼应起来了，嗯、啊、联动起来了，那这个棋就显得太被动，虽然说可能这两步棋也是本手了，嗯，但我觉得不太可能下这两步。我们来看看实战，这个地方白的应该非常想抢个先手双飞燕，是，实战他确实就是这么做的，点，粘上，这个时候白棋没有在这个地方继续压，他点就是防你一手，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也是非常机智、哦、防守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小的手法，棋友们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点的话会这里吃一个大飞啊、就是这个局部当肯定不会死，会非常的痛苦、嗯、大飞的时候棋友们会看到就你只能挡脚，这里已经都断不开，但挡脚时他没有放过你啊，他会二路搬啊，棋友们看这里会非常的惨、嗯、挡的时候会被一吃，棋友们看就粘不上了啊，如果你加吃这个词这个就被轰平了啊，非常的委屈啊，在顶你啊、嗯、所以黑棋这个大飞等于说是点到了白棋的腰眼，对对，这个形状不是点三路的，请我们注意点三路黑白的可以团上、嗯、大家可以这里记忆一下，就硬团，硬团就没事了，嗯，你再立我就挡，全部硬上，这个角是够活的，虽然点一下也很痛快，但是不如大飞，嗯，大飞会更加的严厉，而且白棋没有太好的防守的办法，应该只能挡然后再吃一个扳，会非常的亏这个局部，嗯，这也是黑棋的刚才走这步棋的一个意图，嗯，但就那球们就会问，那为什么白的刺一下是好棋呢？刺一下它就是防这个大飞的，我们再来看啊，这时候只要你是跳它是可以做这个团或者拖的，小飞的话也是无伤大雅，它就扛住你，嗯，这时候是不要颜值的啊，下棋嗯活的就行了，白的只要这里够活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外面已经下了一步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场了、嗯、抢了一手棋了，那球们说那再大飞呢，再大飞，
对不起，你就进不来了。就说他会有一个透点。这时候可以白黑棋冲的时候，白棋就可以。刚才你透点，它是可以没有这个刺，它是会尖的。是的，你冲它可以往上顺。你再冲完自己就死了。有了这个之后，你这个尖不成立之后，你只能冲。对，我只能冲了。冲的时候它一顶，兄弟，你就被留下来了。这个子就死进去了。所以说你只要是你大飞不到这个位置，这个局部呢白的暂时是安全的。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啊。就是你以后比如说挂我那就再说了。至少这一瞬间呢我是能扛，先用这个跳扛着的。以后那个后防发生变化再说。这样的话他就点完之后他就抢到了，把最着急的一步棋给抢了。说实话看到这一步棋的时候呢，我们先不管这盘棋的输赢啊。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就只和刚才那盘棋做对比的话，同样都是以防守那个稳健为主的一个基调白棋。但是很明显赵晨宇小赵下的我觉得就更加的积极一点。刚才的谭笑这盘棋有点不怕会，最大就是速度太慢了。你看他宁可这个局部甚至受蒙受巨大的这种损失，走得很俗，他也要争先手把这个战略要点给抢到。所以说从这个程度来说呢，就我们会看到这个更年轻的赵晨宇呢确实下得更积极了。所以说下棋的话也不在于攻击跟防守，就该有些地方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去嘛。你等是等不来的。因为对面都是世界冠军，你说你等就能等到他的昏招，说实话那基本上是他快退休的那一天。是。我就说开个玩笑你只能等到那种老同志，退休的老同志真正的这些还在一线战斗的这些冠军们，你想等他主动是出这种昏招或者主动这种失误很难。所以说我觉得这步棋下的总体来说，这三步棋下的白的下的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很积极。不，因为你再压的话再怎么下白的都会比刚才好多了。因为刚才再不吃过已经这样一个靠场的，这里直接就太胖了。对。以后这进来肯定会被那个猛锤的。虽然死不了，但非常的被动。但这样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子那就差别好得多了嘛。如果黑的你还是不放过我，那我多一个人，这里其实挡也是这个意思，正常定式是虎的。那虎的话这个局部棋我们看这现在的这个场合配置会非常差，这里还吃一个飞压。飞压完之后整个上面这条边就全部扁平了。这里爬过之后这三个子地的就感觉很呆啊，很呆萌啊。对吧，完全没有什么用啊。黑棋这个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配合。方向完全是逆着的。一个崩溃的状态。就是所有的大势都被黑白棋所压制，特别是抢不到这个起头。如果能抢起头这边有个模样还能下，就是被飞压的话确实这时候不能虎了。虎完之后全局就有点应该说有点崩溃了，这里暂时也点不进来。和白棋这个整个布局应该就明显成功了。先老实地后清消的这个战术啊。是的，所以说这时候呢咬了牙也得挡啊。对，因为这个局部我们确实知道这个虎在这边的这个定势黑棋是要稍微便宜一点的，但是由于这个整个配合方向太差了，方向太差了，黑棋还是忍痛，但是这个局部黑棋挡在这边其实是稍微有一点亏的。我觉得就挡在这边，站在白棋的视角，站在赵晨宇的视角，就不管未来会下成什么样子球他肯定是能接受的，因为也是他已从这里省出了一手关键的棋嘛。这里暂时没把棋挪到这儿了，哪怕这个子以后再死嘛，也比被压好得多。是他主动的多嘛，黑棋先疲于奔命了。而且站在黑棋涂小雨的这一方呢，他也很难去这刚才做刚才说魏晋说的这个虎。对吧，这个方向太腻了。那秦牧会说那压这边呢，压这边就更不行了。这里给大家插一句啊。压这边你就太天真了，请问压这边他直接点都不点了，他人家直接拖了你就直接就哭了，我们给开个玩笑。然后他这时候一虎，对吧，他不会去点的。那有时候请问我说老师那我压这边他点我不就舒服了吗，那人家不会去点，直接拖脚把这一虎这个子就无所谓的再说了嘛。这边一虎活之后这三个子就会非常的尴尬啊，什么什么。这个右下这三个子基本上就没啥用了，而且未来没准还要被反攻。对。某一天可能还有自己还有可能有眼位的问题。嗯。就是他压肯定是没有错的，压上面一定是对的。
但是对方点的时候他是无奈啊，也没有办法，由于只能配合前面、右下投入了过多的兵力，所以说不能让黑白的轻易的爬过、嗯、只能挡下来硬刚、嗯、但硬刚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不搬也是一个好手，嗯，搬粘啊，请搬是一个俗手，请搬黑的接，你这里必须得接，因为你外面可以用外面的断请，嗯，但你在接的时候呢，这里就断不开黑棋了，黑的可能会靠压，嗯，黑棋就走成了一个好形，走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形状，嗯，单接的话，如果你还是靠压，我们就不用这个扳了，未来我们就用到这边的刺，这样更容易这块子做活，嗯，对，不要去把这个定型掉，扳手其实伤害到自己的这个双飞燕的，因为毕竟在远方，嗯，黑棋有一个铜墙铁壁，嗯，需要稍微照顾一下这个子的一个状态啊，嗯、行了，黑棋胡。白的直接断、嗯、对，白棋现在直接冲断这个，我确实好棋，对，我确实也没想到，不断这个扳是先手，不断的话就会自己一个人在那逃，非常的无趣，断开之后呢，他由于你这里气紧，他游刃有余，如果你吃太大他就活，嗯，如果你比如说你跳，对，我是很想跳，其实他应该挡下去，他不会肯死，挡是先手，挡是黑棋得补，不然被断一个没有气了，对，我感觉他不肯死，嗯，然后在中间做一些这种，嗯，这你也很烦啊、嗯、哦，这样让我你下去我就顺着下去嘛，因为你上面有个搭，嗯，我甚至贴完直接搭都有可能，我不太确定，嗯，我的具体的次序，就这样的话呢，因为这地方本来就是黑棋的势力范围，嗯，他通过这个冲断先逼你搬外面先虎了一手棋了，而且你这个虎本身也没受太大的价值，他可以顺手先挡一把，嗯，把这个官也给收了，你这时候只能立嘛，对，对吧？他本来就挡在这的，所以说他逼你先一二走一个之后，他这里再去嘛，就显得非常的从容。如果你这个，不跳的话，那他就直接可能就气了。嗯，因为他不冲断的话，请我们注意，他不冲断他自己得逃，他自己逃就非常的无趣。嗯，比如说我们自己逃一个，哪怕黑的这里就补一个，请我们黑的同样的扳活，这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无趣，请我们，因为这块棋只有你一个人在跑，上面那块也没有好，非常的被动，所以冲断应该是一步好手。嗯。先逼迫压迫黑棋，首先先压迫黑棋得搬嘛，嗯，而且冲也没有别的选择，黑的只能挡，是的，他先顺势虎把外面这个断给防了，这时候呢你跳他就挡完接着弃子，如果你、嗯、飞压的话他就直接弃子，对，黑棋实战是选择飞压，但总觉得这个飞压可能跳会好一点，嗯，对，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他跳他一定是算到的、嗯、他觉得跳的话呢，嗯，被先手挡一下之后他也觉得也不舒服，肯定是、哦、因为刚才那个图应该不是很难，嗯嗯，而且白棋跳的话大概率白的会先手挡跳之后这边再处理，嗯，他飞压的话就是不想让白的轻易的转身啊，嗯，请问说什么意思，他其实很简单，就你挡的时候他直接怼你脸了，你现在挡不了了，你就气紧了，嗯，来不及收脚上气了，嗯，就说他逼你直接气子，就说挡不着了，对，他觉得直接气子会比就是站在黑棋的角度，他觉得会比跳好一点，不想让挡着。嗯，那这个是必然的，黑棋只能拐，不能打吃。对，然后再冲。哦、然后这个时候再吃。往里填。嗯。填。这个地方是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的。嗯、白的延气吧，应该试一下、嗯。白的还是弃子。对。就是不知道谁好而已，然后白的压一下。嗯、黑的这时候就千万不能拐啊，亲们，拐这盘棋应该就没了。哎，这被一夹，这被一夹住出不去，这两个被逼住应该就崩了、嗯、这个地方是同样铁壁化，整个黑棋的外势全部都那个没有这个效率了，未来没有发展了、嗯、只是这四个这个边就我们看到只有大概二十多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嗯、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当然他也不更不能被争嘛，对，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硬扳出头，嗯，怎么也不能被你封住这个地方，当黑的只能跳，白跳的时候他就硬冲， 嗯， 嗯，这里就会看到我们的小棋手年轻棋手非常的硬朗下去。是的、嗯、计算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嗯、像我这种老同志看了这种棋我都不敢下， 嗯， 嗯，因为那个颜值太低了，确实是很担心这个棋效率不够啊、哦、对，但是呢小朋友们眼中没有颜值、嗯、小朋友们眼中只有形和不行，实用啊，对，形和不行、嗯、对对吧，只有生和死啊，没有这个面子问题、嗯、这样硬冲出去，就我觉得他也有他的道理，嗯，因为他出去就首先四个先棋筋肯定是白的没法救了，嗯，
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他突出去之后，这些子他还要反杀你的，嗯，绝对不会让白的轻易的在中央处理好的，嗯，如果刚刚那个跳的话呢，就会显得有一点那个。有点松垮，嗯，而且黑的主要是这步棋价值太低了，群龙看看，刚才这波虎、嗯、是完全其实跟没有差不多，就从棋的价值上来说，嗯、因为群龙看现在也是挡一下的，嗯，而且现在还挡不着这四个吃了之后，嗯，如果上黑的爬一下，这个虎基本上就是个零目，所以他非常不愿意下一二这个虎，所以说他先飞了再说，先撑了再说，嗯，我觉得逻辑是说得通的。也是非常积极啊。嗯，这里黑的白得补棋，对，黑的应该就。我觉得这个地方白棋判断还是挺清楚的。这里也补棋。嗯，然后跳。跳黑的应该要出去。对他还是要。不，黑白黑的一定是往外拱的。哦。他就不可能让你封住这个头，嗯。白棋搬。黑棋挖完了，黄其实是一个，邱梦克觉得长黑的就要从这边动手了。哦，他不承认白这个是后势是吧？哦，不，他的眼中这个是、哦，我还觉得白棋挺后挺舒服的这个地方。在涂小雨的眼中，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攻击目标。哦，那是我判断这一跳在这个位置，哎，你马上就得走这了。嗯。确实是。先不说你死的活的，你不走这一卡应该就差不多了。嗯、你走这，你人的心态也崩了。也崩了。嗯，首先这步棋太难受啊。对，还很难活这个地方、嗯。所以说他一贴，但你也不能不走，就马上就被拍脸了。嗯，所以这个白棋是只能搬上的。他搬其实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下法，他就先把上面捞点空，嗯、再出来的时候这两个大概率就不要了。嗯。以后大概率就弃了。嗯。那么黑棋是挖。对，黑的就是要硬拱这个地方。嗯，哎，他非常。如果白棋提的话，黑的粘他就粘上，他挡不住球。哦，挡会被吃了之后蒸掉。嗯，给大家摆，对，这样打一个先手，这走。应该正常，正好蒸。啊、嗯。哦。如果蒸不掉，白的黑的就完了。嗯，蒸不掉只能往回，黑的肯定这盘棋就不在了。嗯，黑白的封不住，他只能先突围，硬突啊，球。嗯。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到涂小雨非常有实力啊，嗯，我觉得特别是战斗上啊非常的有天赋，这样的话白的说他就硬拱，对，既然白棋这个地方本来黑棋也要拱，白棋这手棋就放在这儿肯定比放在这儿他挡不住了嘛，挡不住他白的也去做这个眼，这块棋没有眼的，嗯，白棋打，对，白的是要那个做眼，这里主要是拐不了球，你拐他还能逃的、嗯，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哦是哦，在他的自那个，在他的视这个世界或者在他的视角里，这些是要你这些全部都是他未来要杀你的。嗯，如果你这个当后事，那黑的就肯只吃四个子，全部看到非常的无趣的。嗯，但他的目标远远不是那个四个子，他就盯着你这个大龙的。嗯。所以说这个棋下到这里感觉黑白棋也不赚好像这个棋、哦。而且这个打吃是不是有可能有点问题啊、哦。他是不是就是想就是走点木然后顺便做活，我就说他都可以外面打了。哦对。是。这个棋是有点俗，因为下面以后可以直接搬或直接往下跳。哦。你总不能接吧。对，我打你总不能会去接吧？是的，我实在不行以后随时提的嘛，我想提随时提、嗯，可能外面打感觉会稍微好一点，因为这个局部应该是这个打，我感觉有点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下一步黑棋，下一步的黑棋，直接让赵成宇感觉非常的为难、嗯、这个棋，他可能打白的时候没有仔细没有注意到这个黑棋的这时候的瞬间的一个好手，就送吃、我们来看一看，嗯。嗯，就在这个右下，嗯嗯，走这个，哦，这个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点嘛。刚才我们说这里是可以防守的，嗯、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现在不能守这个位置球嘛、嗯，因为他守这个位置，这个打就没用了，非常尴尬。嗯、白的黑的也不会干别的，他就是把这个子送了。哦，他送了之后，他就要一个先手挡，毕竟要个先手挡着、哦、你这肯定只能吃嘛。嗯，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本来要打拔，他是为了以后虎了这样翻下来的。嗯，就是没有这个棋。他为什么要打吧？他就你硬，我打吧，先有便宜，你不硬，我以后残留一个这样翻下来攻击你的手段。嗯，结果他被别人先手现在点一下之后，他就难过了。如果按正常的防守，黑的这里有个子，球没看到，再虎就下不来了。嗯，再打都没有用了。
那等于这个子球，为什么我说外面打就这个原因？外面打你这样我还可以手一直往下跳。嗯，是。为什么我说我也是看了他下一步之后，我才临时觉得外面打的。嗯，我们也是那事后诸葛亮啊，因为他打拔那瞬间他是觉得黑的挺难受的。是的。他自己有一个打断，然后又做眼。嗯，你不补，以后伺机虎断你。你补的话我先手，结果被别人一点之后，他发现他最其实没有断黑棋。他如果按正常的防御的话，这个黑的拿一个一路的这二路的这个挡线的时候，他这个断就没有了。嗯，那这个打拔就会显得很小了。对，所以他为了保证这里有一个虎，你看他就被迫啊，请问可能他被迫不吃这个子啊，没有再吃这个子了。但不吃这个子又有新的问题，这个角那个。木数和那个死活都有缺陷啊。嗯，其实局部还是要跳的。嗯，但他为了保自己这个手虎嘛。对，但这样的话，马老师，这个地方爬完之后，黑棋这白棋局部是活的吗？肯定不活呀，你就最简单的卡不就不活了吗？哦，一卡一跳不一跳不就肯局部肯定活不了。对对对。我卡你总得接新位嘛，就是说，哦，所以说为什么说联动它就那个有隐患了嘛？嗯，那这个地方差别还是蛮大的。但是他没办法呀，他嗯，他总不能跳完之后让自己这个打拔完全没有用啊。嗯，所以说应该是打拔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这个点的这个以攻为守的这个防守的这个好手了。嗯，这里应该是吃了点亏的。黑棋这样黑的，现在外面下，这里又多了一个隐患。嗯。所以我们会看到涂小雨下的也是非常的凶狠，对，先把这个，这也算最后一个大场了，对，这个走下这个走了，走了之后把这个针掉，因为由于天上这个棋白、嗯、黑的白的非常的薄，他也不敢逃针子，嗯，白棋长也是一个大场，也是一个超级大场，长的话黑的可能会拍出来吧，嗯。嗯，就这样拍出来了，这个嗯、不给白棋把头。这个是不能逃的，请问逃可能就要吃黑棋直接逃出了。嗯，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两棋，请问就哪怕断掉也没有用的。黑的其实是不想让你封锁，嗯，并不是说他这块棋需要出头，大家一定要不要搞错了，就是你拐完之后你会把别人断，反正都圈后手其实，嗯，所以说这两个已经其实被拍死了，嗯，是白棋对对，只能是算了，白棋算了，没有再跑这两个子了，那不能再跑了。嗯，那这个时候黑棋这步棋也是很妖娆的一步，飞在这儿。其实就是往死里整啊，就是它其实很简单。嗯，我通过这盘棋对涂小雨有了新的认知。其实，在涂小雨的世界里很简单，嗯、我提的话你不就被你补了吗？嗯，是我这不就慢了吗？嗯，对吧？反正你也出不来，我直接怼你脸，你飞我就捅你啊。就是对吧，你也不敢出来，出我就逃，你不出来以后你飞我就捅你，你尖的话、嗯、我这个子的位置肯定比提好。嗯，就是说白了就是尽量的让每一手棋的子效都会达到一个极致。是，其实很多年轻棋手都是这个风格。嗯，年轻的时候非常凶狠啊、而且也他主要是计算也准嘛，对，也敢下啊、就是所以棋就会下得比较看起来比较积极主动。而一旦黑棋这个地方有子的话，其实这个争引争他都省手棋了。不，他的字典里他们不会考虑你争的。他只要这边顺过来的话，这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跑。我估计你就算争子有利，你逃他都算算你死的。哦，这样的、在他的世界，你还没有觉得吗？你看他这样都能下得出来，在他世界里，他绝对不会关心这个地方争子的问题的。嗯，就在他的像涂小雨的世界里，只有你死，嗯，他是没有问题的。嗯，你只要敢动他的问题，对吧？那我们两个就来嘛。嗯，白棋。我觉得说实话，这两步棋可能会有点、嗯、就是我不确定啊。嗯，我觉得这两步棋可能有点问题，就是这两步棋，可能是不是中间守一个算了。嗯、白棋哦。因为这两步棋走完之后，这个中间太被动了，要不把上面弃了算了。因为一这个你没提起来。嗯。我还有机会长二的话，长完之后就你刚说，我先压迫你，把这个针子补了。对，总想说让黑棋在这个地方。你这个针子不补，白的太痛了。对，刚才飞过来这，我觉得这盘棋都就跟这针子没关系，白的已经没有空威胁黑的这针子了。这样的话长过来，下一步要逃嘛。嗯，黑的而且还挺难受的。如果他按照原来的那个速度补在天上的话，这里要吃家的。嗯，我马上就是一家。是，如果你要保这个家，你只能提。但提的话，我先逼你提了再说。嗯，因为这步提价值很低，请问，然后再说嘛。嗯，我感觉长中间可能好点，而且我涂小雨绝对不可能提的，他是一个
下棋非常凶狠的棋手。嗯，这是一个凶狠的胖子。所以说我已经看出来他不可能提的，这样我觉得长可能会好一点。嗯，如果他再动手中间强攻，那我多两个人一定比刚才那个有底气的多，因为实控我觉得没什么意义。这两步棋虽然说上面很大，棋友们能把整个边都吃掉，问题是中间过来之后你怎么办呢？嗯，看来这个赵晨宇还是比较喜欢实地啊，这个棋。我觉得就是他对对手的就是针对性不足。嗯，就有时候啊，棋友们就下棋其实下的是人不是棋。嗯，就是说我也许这步棋我刚才说这长长不如他的这个长，但是呢你长了长之后呢对手容易犯错。嗯，因为对面是个攻击手嘛，你把棋都走后等他自己来送嘛，对吧，只等他自己来撞城墙嘛。嗯，你如果是就是往死里捞，你棋一薄那不是正中人家这个下怀嘛，人家对吧正好有攻击的那个找到攻击的目标，他后面会下来。嗯，是的。而且呢这个地方不补，如果永远不补的话心还是很痛的。嗯，毕竟甄子正常是要引着让他补一手的。他这手棋省的站在白棋的视角其实是非常的不情愿的。嗯，而且呢从全局的视角上看呢，为什么我建议长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他右下他自己没完全活。活。嗯，如果为什么他中间其实不敢乱动劲儿的。对。他万一被包到这儿，这边一卡总不能卡不要了吧。嗯。对吧，总不能这个被割吧。可是也可以爬完了挤嘛。不是，就是说你总不能这个被割吧。嗯，对吧，你这个如果要的话他卡完一跳直接就没了这块棋。嗯。就是眼肯定是不够的。嗯。就是这地方是很大的这个死活隐患的这块棋。是的。嗯。因为这里全部看是打不动的。这个桃是能够搂死的，加我就接，我杀你的时候都不要木了，你家都看不见的啊。而且现在没空加这种棋，都后手。嗯，所以飞过来之后感觉好像小赵同学这个有点被动。嗯，所以这个棋好像是正中黑棋下怀了。嗯，哦，所以直觉啊。对。虽然说战局可能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嗯，所以猫老师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下棋的时候选择啊，如果你个人没有特别大的喜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棋风，你可以走到他不熟悉的领域，尽量的限制一下对手。嗯，但这盘棋由于两位棋手都年纪比较轻啊，嗯，都是刚正面的啊，对，不存在啊，我限制你我都觉得我没面子。所以就是我喜欢哪个我就拿哪个。对。嗯。你敢反抗我就把你拿下了。实际上白棋是选择了断两下，等于说他是把中间走出一些头绪，还是相对来说白棋其实还是不愿意让黑棋在这边走成后势，然后这个地方什么位置都没有。他断完他肯定是还是想逃的嘛，但他现在当务之急他得补棋。这样他就是多点余位这边。就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法，其实，因为他如果直接补的话呢，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这时候你直接去补他这样搭过来以后，你这里就再断不到了。嗯，所以说他是想留一点余位之后再先防守做活，以后从左边去迂回去破黑棋的空。嗯，这个必须得走的，这不走直接就没了。我教大家一招，今天直接可能就。没眼了啊，哦嗯，这样就卡死了。除非你五个又不要了，这五个不要应该有点吓人啊。嗯，你只能打嘛，我粘上，五个你可能都不敢粘了。嗯，所以说黑白的必须得补这招卡，防这个卡，他上步就是防这个卡。嗯。好，那么黑棋现在先把这一下给爬了，就担心可能爬不到了。嗯。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不太啊，他可以从这边卡，也好像对你也不活，是的，卡完这样退。嗯，反正这个局部该黑的动手一定是不活的。嗯，然后他在走中间，这样我觉得黑棋这个是不是也是挺舒服的？要是把这个都围上的话，我觉得这只是个梦想哦呵呵，这里还有家。而且白棋一定不会让黑的围上的。嗯。如果围上的话白的就不会这么下了，亲们。嗯，虽然我不知道白的肚子里藏了什么棋啊。对，虽然我也同意刚才我已经说的，推过来感觉黑的是非常痛快的。嗯，那白的一定不会轻易放黑的过关的，我们来看看。嗯。白棋尖啊，白棋尖的话就是像这两块连在一起啊。黑棋不让白棋连。不是，它不是想连在一起，我已经，你可能忽略了。如果你守这边，哦，它还要搬下去，哦，我自己也没活。对，它要吃你。哎呦，它不是连，如果连，我觉得黑的肯定病了。
对吧？你不要这个，也不要觉得，我不要觉得这个对方这个一直在防守，对，看起来对吧？其实赵晨宇斯斯文文的，看起来对吧？那个不狠，他既然是为了防止你靠，就说你靠我冲你，你应该没了。我不活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已经被全部被反包围了。嗯，杀气肯定杀不过白起的，这些里面至少是个什么刀把舞什么的。嗯，其实他靠是无奈，他应该很想病啊、哦，但他病不了，他病自己就被打。你想嘛，之前白了为了让这个虎有用，不是一直都在让吗？对，既然是最后的警告。嗯，就是说他靠应该是没办法，他肯定很想补兵这边。嗯，但这个地方虎下来扛不住了。嗯，是的，所以他得赶紧得把这个连上、啊。对，白棋走了一下之后，虎黑棋长，白的冲冲黑棋冲，这就分段了，对吧？所以你稍微一不注意就被他们偷吃了。嗯，是是是，你还那我可不敢，你还真以为他们对吧？嗯啊，你还真以为他那么老实？嗯，千万别白棋吃。黑棋打，这答案还不亏。嗯，这肯定是不亏。就算被黑的吃回去，这两个也是，白来的。嗯，因为上面四个子去我们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对，这个白棋绝对不能。他在虎棋出进去、哦，对，这时候因为黑的防守比较严密嘛。嗯。黑的加。加，白棋是只能吃掉吧？嗯。白棋打了一下再吃。嗯，缩回。嗯。这样的话，他虎进去先把白黑的外面那块控破了。嗯。那这个棋其实白棋也已经是有两个眼活了，嗯，这个棋但也没有完全了，哦，因为黑的吃完之后，下一步你就没活了，我贴完一弯，就是这个如果还剩一个，他也吃啊，不吃不你战死了嘛，嗯，他肯定要吃的，就黑白的也没完全活，白的还得处理下边嘛，对，下面还牵手棋呢，这个不能再走这了，刚才我们说的这里啊，这里可能要被怎么挤这个是不是就死了？就挤这个可能挤得挤得碎啊，嗯，因为这个团是先手，是的，这里冲不开的，嗯，所以说他也得补啊，这个棋就全乱了，嗯，这就是棋友们会看到，年轻棋友下棋啊，他们下棋真的就，你看棋会看得很刺激，很凌乱啊，嗯，如果是在下世界大赛的话，你会感觉你的心脏受不了啊，嗯。时不时的就给你整一个转换，不，他会把棋越下越复杂，嗯，老将就会把棋越下越简明，因为自己知道跟不上那个计算，嗯，年轻的棋手二十来岁二十多出头的时候就会那个都捡那个最狠的下，嗯，捡那个最复杂的下，你看，对吧？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啊，我们小时候也一样，嗯，这里没有活的，这里青毛一卡就死了，嗯。白的还得补啊，嗯，挤黑的应该粘满，嗯，白的还得补，其实我卡完就死，我给大家摆一下，就是如果被白的卡黑的卡到啊，卡完黑的只需要一退，其实我们这个脚上是活不了的，跳方是个假的，千万大家记忆一下，我就只摆到这了啊，大家剩下的一看，就是这里已经没有路的啊，其实我们，嗯，这里跳是没有眼的。天上是拱是先手的，嗯，所以说这个局部白的还必须得补棋啊，嗯，怎么补也是，最多占点官子便宜，但补是迟早要补的。哦，白棋挤的时候，黑棋先没粘，先是长跟白棋做活交换，啊，你这里冲不也死了吗？嗯，对，所以这个白棋必须得粘，然后黑棋再粘，白的可能会弯一下吧，白棋对白棋弯了一个，往下占点目数便宜，目数便宜。最终是得补的，对，还是得补回去。传完之后就还得并回去，对，要不然并回去死了。这是一个弯四，是活棋，这样是活的。嗯，那这时候黑的会走最后的左边的这个超级大场啊，哎，对，这个太大了，这个、啊，哦，走不上这个，估计黑的也没了。这时候简单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啊。好的，这块不到30，29左右，嗯，中间33，黑的大概35目。嗯。但远远不止35啊，请我们这个大胖子我没点啊，因为这个大胖子也不知道能围多少，暂时先不点了。我们看白的啊，5、6、7、8、9、10、11。如果那个角算黑的死的话，白的大概有55。嗯。55弱。黑的35，但是黑的这个大胖子我一目没点。哦。也就是说白的如果不进来，
按照这个方块对吧，四五二十，感觉至少能围将近四十目。如果35到40的话，白的是堪忧不够的。那也就是说白的正常还要往里进啊。而且这个脚上说实话我是给白的全部点空了，这个什么拖完脚一般感觉味道非常的差，这种脚上啊。就算是黑的死，白的也会外面余味非常的差，会有很多很多先手配齐。也就是说白的这时候必须得进中央，这一线不能够让，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一线去，他不能下一些保守的棋让黑的围住这一线，这一线不能围，我说这一线白的要输这棋。对，所以白棋实战是进来了。对啊，就是那进来我估计涂小雨就直接开杀了吧。黑棋脚上稍微包扎一下，这个、有一些味道的、这个白棋不能让他活。不活的话这中间有一些味道。他没法让他活，球门一活活出30目啊。对。那个就直接不够了，一定得强杀的。那这时候黑的一定是关门了。点过来，那就是基本上赌死活了。是的，黑的就搬过来，搬过来，是三个死的就交齐了。对，这样白黑棋是不出意料的把白棋给断开了。断开上面黑的是死了，对，但是白棋这块棋怎么活呢？白棋这个先就冲不下去啊、这里上面有一个，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关门吃啊，是冲完之后你就不能再动了，再动天上被吃了，所以。那上面是没有棋的，没有棋。好，白棋现在，刚才猫老师已经分析过了，这个地方白棋被吃肯定是结束了，所以一定是继续要。所以这盘棋的焦点，现在的双方的胜负应该在这个肚子的这个大肚子，白的能不能做活上？白的死了就焦了，黑的如果杀不死的话，黑的也焦了。突然间这个焦点就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在想一个事情啊，这时候只能跟大家聊天了，这个棋。肯定是算不清的啊，黑棋。我在想一个事儿，魏晶。那如果下成打劫怎么办呢？打劫感觉又是一盘漫长的棋吗？对，如果下成打劫杀怎么办呢？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很明确了嘛，就是，如果这个地方能活，白的黑的立马就起立了，没有完全追不上了。死的话，白的也起立了。刚才也跟大家数过，这地方死掉的话，黑的这地方有40多目。是的。40多目，白的怎么也赶不上了。刚才指控领先才20嘛，围40多目，那盘面就黑的领先20目了，没错。而且其实我们看别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可下的棋了，就是没有什么大场了，所以肯定是不够了，胜负再次一搏，那黑的兼白的只能往下挡吧，挡，黑棋搬，黑的搬粘，白棋黑棋半粘，因为这里也不敢乱动啊，球门这里首先不好出，因为打不了球门，这个粘是个先手，这里可能现在已经来不及冲了，我估计，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要死了，球门注意，你冲开这个，他直接就脱弦了，现在不能冲那个了，你自己被吃了，所以说这个可能这个毛病都顾不上了。只能是直接开战了，就是黑的只能是全力保中央，上面那个冲管不了了，因为白的这样一打下来，球门自己三个也在白棋的肚子里啊。就只能直接双方那个大战了，黑的也不能够去，比如说以后白的接黑的，其实粘都没有意义了。对，可能得贴气，是因为粘这个冲我就给你了，白棋冲他就往下顺嘛。对，让你冲掉20目也无妨，因为反正这地方对那个这个地方胜一决胜败了，对，黑的自己都进去了。黑的现在赶紧得把这个自己的气要尝一尝。所以在粘的时候，涂小雨也是当机立断，这就是年轻人的果断啊。一口气更重要。先不，他其实也肯定没算清这口气有没有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棋呢，必须得表扬黑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目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要这块活了，对吧？你冲下去也不够了，黑的只有这个右边这30目棋，还要贴8目，肯定是怎么都不够的。如果这块死了，你冲不冲下去也不差那20目，所以说这时候一定是贴住一气，万一这一气有用呢？是，这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下法，或者说非常果断的一个青年棋手。是的，未来还是不可限量的。如果这时候我们瞻前顾后贪小便宜啊，这就因小失大，请问。是的，就是因为松一气，万一出事了这边，所以说先紧上再说。
那个冲下去那个二十目棋已经不重要。对，只要我能把白棋这个地方给全部吃掉，我就赢了。这个、对，只要吃不掉，我们反正也不行这棋。是的，这个就是胜负的关键处了。白棋把这个棋连上，黑棋断。白棋点过来，非常的火爆呀！我靠，这个点方是什么鬼啊？头有点晕，看着。他下步要贴。黑的可能不能让他、白棋是这里有一些先手要大概看懂了，如果你贴这边他是贴这儿，这个贴呢黑的不能反击，只能接，马上被断了，这样呢他搭个房子，因为这个长是先手，你搬我就退，好像就搭活了，你不搬的话算我挺一下，你未必该你下能够突破这个防线，就是因为你点我可以搭肩膀，是的，未必这个棋能够杀死白棋啊，而且呢大家要那个注意一点，我们是12点半开赛的，现在已经我们的直播已经接近5点半了，也就是说正常来说两位棋手都已经是进入读秒了，是的，所以说当点在这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细算的，应该是不敢补这边，而且这边我感觉马老师这一级打感觉都要火了，不是你打他未必会逃的哦，他很有可能是反打的，哦。如果被你这样搂完了，就感觉啊，那你赢了啊！我已经还是下得非常棒的。这个设想都是美美的，但是人家不会跟着我硬。你的设想都是对的，但是呢，涂小雨不一定答应而已。因为站在他的视角里，这时候已经没有他的眼中，已经没有别的世界了。他的眼中只有这块棋，他非常的专注。因为这块棋活了，意味着他就输了嘛，就杀掉应该就赢了。是的。那么黑棋没有粘上，刚才马老师说这个白棋中间的眼位真的是挺大，所以他得防这个贴嘛，防这个贴呢，他必须往里靠，先把抠吃，先把这个贴给防住，然后你这个抠吃来的时候，他估计得果然，我想的太美了啊，人家不会跑，你说的是都是对的，但是他不能逃，他就反打，对，反吃，强撑啊，这样的话要打劫了，对。这样黑棋这块还是得连上，但是你立下去黑的本来气也很长，他实在不行往那边演，白的也不一定打得过，白棋打他先提，黑棋这里应该是不够的，这时候去我们看，被这样子白棋长黑的应该会接的冲吧，冲这被一吃又活了，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长啊，如果你这边补棋，他这样冷静的一吃就活了，这有个逃啊，去我们是的是的，这有他就归住啊，你千万不要觉得他什么龟缩住黑了就完了，所以黑的必须得冲进来，对于白棋来说也是啊，只要能活棋，只要能活棋就赢了啊，没问题啊，所以白黑的必须得很刺激啊，这最后竟然就是杀棋的一个把这个给捅了结果，然后不捅这黑子白就活了，白棋这个时候是顶了一个，他觉得棋没意义，因为棋王他立下去，对方能延棋，他本身也不一定杀得过，而且他不想粘这个，很明显，你知道吧？我已经，他提这个，他得先粘这个，粘这个非常损眼，对，因为他不粘这三个，他立下去不是直接把这三个抽了吗？他以后想用这个吃，很明显想用这个吃这个提的这个味道去做眼，所以说他这时候呢就会判定这个提没有用，是用顶，至于顶有没有用，反正总比提好啊，是。这个他用这个顶完这样虎，然后从这边抠，但顶的时候黑棋是长的呀，我感觉他这个顶是不是有一点？那你说他加吗？用到，加他顶也看不清，对，也看不清。不，这种时候呢，就是说实话，运气就会出现占比例了，因为这种杀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时间算了，对，双方下错都是有可能的。是，我还记得我前不久看了一个关于围棋的关于这个棋牌主题的一个科幻小说，然后里面就有一位高手说认为围棋是什么，他说是九分意志一分天意。我觉得说的挺好啊，像这种时候读秒双方还能扭杀成这个样子，而且很明显，我从肉眼上来观察，是的，应该是个打劫活这不是这个是天意啊，所以说打劫活的话这个就看命了，因为大家我们刚刚就说了嘛，如果是进活那就赢了，进死了肯定就输了，那走个打劫活是什么鬼嘛，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反正就折腾你呗，是就是不让你让你就是不管最后这盘棋谁赢都不痛快，
都没有那么轻松。打结因为变数就太多了这个棋、嗯、但说实话感觉打结的话赵晨宇的输的面要大一点、啊嗯、我的直觉，因为这盘棋比如说这个角有劫，嗯，冲中间有劫，嗯，实在不行上面送，对吧，各种的抽，反正就是那个拿损往那往那送，确实感觉如果纯打劫活的话白棋不容乐观、啊、如果、嗯、因为本身劫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就为什么说打劫活，因为这个刺是先手，刺先手之后它很简单的这个冲吃的一题就是打劫，嗯，但不刺已经没有路了，就应该是要靠这个刺去打劫，对，实战就是如此，刺完之后嘛白的黑的接嘛，嗯，接完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白棋唯一的路就从这里扣吃完提，然后打打一边他团另外一边然后做个劫，这边是有一个眼的，嗯，但这个劫好像看起来劫财不容乐观，嗯嗯，感觉所以说对吧，我们如果是吹了半天，特别其实我们觉得赵晨宇已经进入过世界大赛四强了，嗯，对吧，你们觉得好像比涂小雨厉害这就错了、所以说这些高年轻棋手们真的实力都太强了，是的，但这盘棋说实话你也不能说白的下的不好、嗯，你要说双方都下出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这边动手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什么情况，也许是比如说跳了或者是应该碰靠了还是什么，我觉得至少是猜到这个边的时候双方应该还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因为变数太多了，嗯，至少我们的肉眼观察，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做那个 AI 的判定或者是什么啊，嗯，我只是靠经验告诉大家，我应该是双方攻防都非常精彩，嗯，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棋啊肯定他们两位肯定早就进入读秒了，至少是有一方是早就进入读秒了，对对，而在读秒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去卖过一次劫财，就是不敢卖啊，对，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高手的一个，对，不敢卖，因为他怕以后打劫不够，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读秒的时候你可以用一次先手去获得一分钟的这个读秒的时间，太对了，但是我觉得高手他就是有这个觉悟，高手就是高手， 对， 对，我告诉你们要是我下的话我早就我怎么几个班了，这早就先舒服了啊，因为这边多点时间，对对对，结果其实我觉得他们对这个还是有一种感觉吧，不能说是预判，但是他这些棋都没有下、哦、说实话我感觉这个棋小赵危险了，我们再看一下现在体结、嗯、黑的白的几吗，几黑的结应该比白的多，这弯是个结，嗯，白棋体、啊、这也是丢不起啊，这块条龙、嗯、可以起弯先手，这只能站，嗯，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跟上了他们这盘棋的进度，他们这盘棋还在进行当中、感觉上白棋直觉凶多吉少， 嗯， 嗯，因为没有劫了这个题不管用的情况，因为他立下去现在立下去可能直接就但也不一定敢粘六个班，六个可能要硬哦，诶那是不是还不一定啊、哦、没有，你这还没粘上呢，那我如果说我现在粘上呢，粘上我粘上啊、哦、你粘上然后我再粘上，嗯，感觉白的也有点悬啊，有点悬。但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立这个。嗯，或者我也有可能就直接收你气嘛。收气那又打劫了呗，打呗，打还是劫财的问题啊，非常的复杂。嗯，这里好像有个立完班，还是有，如果没有立完班好像是不行了。嗯，所以这个一直下到现在，战斗到现在依然还是非常激烈的。肯定是读秒了，这个。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保留时间是一件很不科学的事情。是的是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时候如果还有保留时间那你前面在干嘛呢，嗯，那些时间拿来都没有用了。还有一线生机吧，刚才说提完这里立完就有个一路班的味道啊。嗯。这边还有一点生机，要不然好像没有刚才这个棋可能已经凉了我感觉。是的。就他们几天上是什么鬼啊，我看他下一步。啊啊，那他就这么找劫吗，他是。不是，他挤在这儿。嗯。挤在这儿。挤在这儿，他黑棋走这儿，他这不是这又有劫了吗，不是，我是觉得他总打不赢。他总打不赢。我觉得他不能靠打劫。但是黑棋这个地方还剩一二三枚劫。黑棋还剩三枚劫。三枚劫。嗯。
他那个脚肯定有结，只是几个的问题。对，确实是有结。感觉打纯打结黑白棋应该很困难。嗯，这步棋一下感觉这边就杀不过黑棋了。嗯，他不能提是吧？确实，哎呀，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时候看着就是头大如斗。嗯。就是不知道是该怎么想。对，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也是觉得，但挤这个，只能看天意了，说实话，真的，嗯，挤这个好凶险啊，嗯，挤这个，他意思就是说他打得过这个棋，因为这步棋，其实我们看到非常的损啊，这边感觉把白黑的送活了，嗯，但他的意思是，哦，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他也有很凶狠的一面，我们来看看，什么，马老师，我就是这个吗？我看懂了。他挤完他以后要弯这个。可是你弯这个你把这个给卖了，你把这个提给卖了。不是，他要求的是提完之后提的时候再粘，就这三个救回来了。他就觉得这个劫他打得赢、哦。他觉得他能打赢。要不然他不可能挤这个，挤这个干嘛？哦，他就是觉得这个劫他能打赢。他就觉得硬打打得赢。嗯。打赢的话他可以当弯，但弯的时候白黑的不一定会去断，黑的可能先去走别的。嗯。嗯，还是非常复杂的，是的，黑棋走上面的劫，然后白棋黑棋打、嗯，白的肯定要提的，提过来。哦，这个还没走，但是白棋肯定是要硬、白的肯定是要硬的，嗯、然后把黑的提过来，他应该是会弯这个。如果他不挤这下，球我们看到，嗯，他单弯的话就会被断，嗯，断的话他走这边的时候会被抽一下。哦，他会插一个劫，他这样他挤完以后，他就实在不行，就他还是有劫接的什么点方，对，他就送了，嗯、是，他就是你双方的劫财，他就觉得硬打能打赢，嗯，这个就得很自信了，因为本身这步棋非常损，是的，非常非常损，嗯，他就觉得能打赢，他应该马上就会弯，他就不走这条路了，他不从这条路走了，他如果从这条路走，他团是没有意义的嘛，嗯。他就不从刚才我们说提了地那条路走，他应该是中间弯直接硬打、黑的敢断进去也是先送一手，全部看到啊。如果弯跟你断交换，我把劫打赢，你这个断不，我不是先白得手棋吗？嗯，三个先手救回来了。嗯，我应该马上就会弯，我觉得不弯的话他这几步就很奇怪了。是，你看吧，这盘棋竟然还是如此的激烈，激烈！他就是要，他就觉得硬打打得过，嗯，就靠本身劫，因为这里黑的也挺好算的，就刚才我已经说这里最多三个劫，三枚，嗯，他就靠本身劫硬撑，那这下面这个挖什么的也有劫，嗯，他就送嘛，反正就是送。但黑棋这个地方的劫也是非常，他这个啊、嗯，黑棋这个地方的劫也是非常舒服呀。再说他反正觉得打得过，嗯、哦。王老师，你说这个棋会不会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白棋最后也活了，然后黑棋把这个地方破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棋还是个信息。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我觉得一般高手都是这样子，大杀小输赢。然后最后某方半目胜是吧？对对 对, 对吧，都写剧本都这么写的，而且围棋的剧本经常这么演。这个剧情我们都剧透了。他这里有一个劫，嗯，他扑是应该是个劫。这个好像吃不消、啊、对对对，扑是劫，然后挖应该是个劫，它也有两个劫，因为前面挤就硬了嘛，嗯，那挖肯定是劫嘛，嗯，对吧，要不然挤就可以不硬了，对，挖是劫，挖是绝对的劫，这个扑是绝对的劫，它至少有两枚，嗯，两枚的话那你就有三枚，然后它这里再拱呗，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所以黑的现在不敢断，哦，黑的断的话觉得打不过，黑的先冲先续劫，哦，白的应该不能挡了，白的不是做活就是顺着冲，嗯，挡估计这挡应该挡这个不是已经穿了吗？挡就扛不住了，嗯，不是你不敢打，这我先打，我先打这个你也打，不敢打，打这个你倒不一定敢打，哦，非常复杂的，复杂，嗯、我可以，但是我这个是，但你打这个是先手，嗯，对，所以他冲我估计是不敢挡了，嗯，他挡了，他挡，那他。那黑棋是不是要点进来了呀？先断进去，还是先打？点进来，那个不一定是劫。但是我现在三枚，白棋是一枚、两枚，还有他三枚总有的。
哦，这还有一枚。它其他不行，提嘛，断，它是三枚总有的。但你断的时候，我不就可以打你了？断你打我，我粘，那我再走。那我这也有劫了，其实也很难说。我至少提是个劫，黑的至白的至少有三枚，是，白那的黑的，劫是够的。但黑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敢乱断吧，被白棋提了之后可就没劫了，被白棋把这个抽了之后可就没劫是的，这个我们给大家摆一下，他确实这个手有点抖。我们看一下，如对果断啊，发生什么断这啊？被一打吃，先把这不他轰就了啊，轰了，想都不想就把你先轰把你轰掉，平，轰掉之后这边就全崩溃了。对。断进去的时候，我还我有就提一劫。枚、两枚、三枚其实劫我们看白到提棋。三个没用，提三个我可以提延续命啊，还真不敢断啊，断对，一定被轰了，这个黑棋肯不定被行轰了，轰完就哦。没有劫，只有三枚，三枚不够。对，这边肯定不是劫了三枚好像正好不够，所以他还是得点进来呀、只能单点啊。哎啊，呀，这个真的是，好刺激谁能想到，很 刺激战斗啊，竟兄然弟，如此之对激对烈！对，当你以为这个棋已经要结束的时候，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先进去试试你火力，然后先找右下看看你什么意思，然后再说，对，因为。但事实上现在还是白棋的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劫财多。你说的很有可能最后是那个转换大杀小输赢。啊！你看他下一步嘛，他吃就是准备放弃了，啊，他用这个当劫财吗？他就觉得断死上面他不赢输了。不够，他够了，对。哦，看一下，啊，白棋这个总不能粘了吧？这个如果粘上的话，黑棋提掉，不，他那还不如提呢。那提好了，提掉，那提了再粘嘛，哦，对，提掉再粘，提了粘嘛，这样你提这样后是手嘛，后手。那么我这个地方是不你让是？他断了，你肯定是把他已经把他断了，哦，断了，对，断已经连不上了，这都被扑死了，已经拜拜了那两个人，这样完，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地方好像也只能是，放弃了，就你这两个情况下已经粘不上了嘛。我最厉害就这弹样他啊，扑了一盘，就那说这样的全部话，漏了那个边，感觉又是一盘好收官呀，黑的判断这样赢了，事实上是这样吗，毛老师？不知道呀，这哪知道呀，这怎么数啊，这 我步，们已经懵了，这个又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白白棋的没粘有这提，边，白棋选择了粘这边哇，啊，白棋粘这好边是不黑是？呀，好黑呀。来 K 好厉害是吗？啊！跟这个有关系吗，毛老师？他粘这边，我告诉你他要干嘛。这边有东他西。粘完，他往这吃，只能粘。你只能粘，他再粘劫。这你样，舒服一下，我给你。你胆敢断我，我就，我这边要杀你。你好像整体不一定一定这关。天，怎么又变成这样了？那，哎，你没得选，我我这打你。个总活了吧？那你这不全掉了吗？你上面掉的应该不行啊，我上面掉了就不行感觉吧，这也掉了20目了。你了。要从我断你这块整体不一定活，我吃你只能接嘛。总之，其实白棋只要这个地方的价值比这个大就行，比提这三个大就行，对吧？它粘了一下他应嘛。该这有个透点但是这个地方可，啊，上面就破罐子破摔了，上面他无所谓的，你断这嘛，他就吃一下嘛。反正你或者团一下，你不是要扑这儿吗？你扑完他不下不就完了吗？然后他就已经搞定了嘛，然后他就最是。后孤注一掷吃你这边。但它其实就是，这个地方被黑棋先手提，就是它这边的价值，只要赶上这几个中间几个就可以了。如果你七个掉了，那肯定比三个大呀。不过它这儿还损了一点。啊，那不那小意思啊，那个吃就看不见了，管不了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这棋样他只能粘的，劫了，白的已没有本身劫了。白的一定是粘劫，然后是。黑的提完之后断上面，黑的不能补下边吧？补下边应该黑白的渡过难关，黑的感觉不够啊，非常的精彩啊！黑的也只能断，然后白的随便包扎一下之后就扎他针，估计就是这样了。是的，这个地方还有一点，
先打一下，真是令人没有打一下想到啊！打一下也没什么错，先延个时。嗯，反正最后肯定得粘，因为他这么，其实我们看说他这么下已经弹尽粮绝了，白的一半本身劫全送了。嗯，肯定是打不过了，就接了。他只能接劫，提就接，就硬来了。嗯，然后断进去控肯定不够了，他把这个吃了，不知道够不够。他就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个扎这个方丈了，我估计。嗯。扎这个针，企图那个，哎呀，要不是早知道，这个棋可能应该早点飞一下啊，谁知道嘛？哎呀，这个是吧？这两个交、哦、这个早知道交换一下，歹毒歹毒，这个不这个不这个绝对适合，想不到，绝对想的，怎么想到去杀黑的这块？早知道飞一下，就是这个病之前嘛。啊，你只能不，但也没有早知道，王老师，你走这个之后，我黑秀多出劫财了。这个边劫财没有，当时我非你会团呗。我会团吗？我不一定吧。我觉得应该会团。你我还担心团不着呢。哦。当时都没有劫，那八百年前的事了。是。你多半会团一下啊。嗯。这里因为这里会点或几，还会有点野。嗯，对。但这都是我们都是搞笑的，千万不要认真了。谁能想得到后面有？我这都是开，我绝对开玩笑。如果他算得到八百年前去飞一下，对，那这个对吧？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以人工智能都不能解释了，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玄幻小说了、是的，对吧？嗯，那完不，他当时不可能去往这走的，嗯，只是这有什么意义嘛？因为谁会想到黑的，对吧？会缺眼嘛？当时全是黑的、这个地方，是的，所以不可能去飞的，那完全是在给大家讲故事了，嗯，就这样了，他已经下了那叫粘了，然后黑的肯定要断，嗯。黑的不断我觉得应该是输了。黑的不断就我们看到白棋就全部渡过难关了。嗯。现在我相信他们每一手棋肯定都要赌到58的时候才落子。他主要就是这扎针了，扎针黑的是怎么防的嘛，不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嗯。防也就放在这儿吧，王老师。不是。这个还怎么防？你冲他可能可以断这个。他这样断他直接就拿下了局部。对啊，我冲好像没什么用吧。这里被挖，这里要加下来，已经被杀了。对，我早晚也要得走这个。但你挡他，他这七个就掉了。嗯，那我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呀。你粘行不行？你粘完就七个行不行？这死吗？这个还不死啊？这个死吗？看着就不像。就感觉这块确实活，感觉不像活的样子。或者搬完了冲完了飞。那感觉这里一点要掉东西了。哦哦，那可能最好的是不是说？不对呀、没有冲这个吧，最好的是冲这个吧，然后粘上，那就不是七个掉了，然后粘上，对，就是这样。你如果走这个的话，我走这个你都冲不到了吧？就是不知道谁赢啊？这活吗？不，转你冲没用，铺完还有挖呀。对，所以他是不是就黑棋对黑棋来说，黑棋是不是单冲这个会好一点？单冲白棋，哦，这棋还有变数。嗯，黑的不一定断。哎呦，这个棋远远没那么简单。这个棋黑的可能会吃这个。我们看上面下面啊。哦，黑棋要走个先手。吃你，但是他吃不一定便宜，吃黑的白的粘这边啊。嗯。断的话呢，肯定是后手，黑的白的团。对。黑的只能扑。嗯。扑完之后呢，白的那个点这个。嗯。谁赢不就不知道了。也有可能黑的也够了，嗯，把这几个把这边稍微给一点啊，这边好像点已经怎么都得给一点了，嗯，这边好像守不住了，下边这个白棋可以打完的时候打，打一下不亏，但打完没有什么实质，打也一样，对、一样，没什么实质的意义，反正走完就是和黑的白的走一下，黑的扑死，白的脱线，嗯，黑棋确实是团跟打基本上是一样的，嗯。反正白的走一个嘛，对，先打一下不？我已经说了，先打一下，反正白打的啊，白来的，先拍一下啊。拍完之后还能延个时，赚了半步棋，万一救回来的时候白得半步棋啊。嗯。啊，非常的精彩啊！我说实话。比第一盘两位冠军下的刺激啊。对。那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两位冠军下的就是有点太老成了、那个
感觉有点困啊。这个棋绝对不会让你困啊，就是他们自己都感觉下完一盘棋，这种就是下完一盘棋感觉，就是精疲力尽啊。我以前小时候下过，就下完棋之后就，啥也不想干了，就是不管输赢啊，就火力开足。就是结束的那一瞬间，比如说那时候还住在祈愿嘛，还没有住在外边，然后往床上一躺，就感觉饭也不想吃了，就闭上眼睛就想睡着了，就是实在太累了。当然了，可能勉强吃口饭。然后就因为太累了，就这种棋下完一盘之后，其实我们而且原来的时间还比现在还要长些。原来是每方三小时，还要再折腾你两个小时。对，从早上九点半开始下啊，这个每方两小时还好一点。大家可以想一下，下盘一盘这种棋啊，我相信两位都已经力竭了，有点这种感觉。而且呢，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介绍。所以说，真正的这项的一些传统的这种杯赛啊，就说不可能像那种快餐式的比赛一样，每天都对局啊。所以说真正的这种比赛，包括世界大赛，他为什么说一定要下完棋的时候休息一天，第二天再下棋？球们，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真的就是不是输赢的问题，连体力都成问题。是的，就是真的恢复不过来。如果那个这个已经比如下了六七点、七八点啊，吃口饭已经九点了，对吧？然后倒在那里啊，第二天早上还爬起来下棋的话，确实太残忍了，球们。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棋隔一天下是比较科学的、至少要隔一天。这就收官了，就下魏京这个打了。对。那黑的也打。很机敏，因为黑的应该已经推判出来这边白棋是能走个先手。不是，反正他打完再铺嘛，打肯定赚的嘛。就是以防被白棋直接立到这儿了。对。然后收官。因为他没有时间再吃三个了，他铺完之后白了走完、他肯定守别的地方了。白了先走。白棋先点。黑棋冲冲、看来这样了啊，想好的，就是这个局部怎么也得给白的点，可能就是这样了。其实也没有太多了啊，就是就是让他两，然后粘上，然后你挖我就粘一下，应该就搞定了。这样也还好嘛，感觉脱先应该也不太会进死，不知道要不要走。这个是他们的强项，应该是正常这么下了，黑的白的手之前先粘一下，然后跟铺交换一下，对，就完事了，因为白的也不着急啊，白的先下面拱两下，因为黑的也不敢脱先球，所以是的，白的随时可以粘回去上面，粘回去之后黑的铺中间，然后就收官啊，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数一下目啊，现在是怎么样呢，马老师？对啊，我在数啊。对，这盘棋没想到下的那么激烈啊。但是在数，我数不清。这都是老同志的。五十，黑的接近六十目。这都是在老同志身上常常发生的事情。我怎么觉得黑的赢了这个棋啊？黑的赢了，白的好像只有五十左右。而且你没有发现，我已经这个爬的这一爬咋整啊？我感觉这块棋眼位都没有那么完全。这里是，要不然他为什么打在这嘛？他爬完之后，他这一爬。那猫老师的前提条件是不是说这个地方是黑棋先手活呢？这地方，我直觉不会死吧？这点了退都先手了。这不绝线吗？那么基本上黑棋这个地方是个活棋，不最多是个打劫嘛。打劫黑的是不怕的呀，白的哪还有劫财啊？打劫啥肯定是准劫，暂时也能撑一会儿的，对吧？白的全把你没有劫财了，而且白的先把这个粘掉啊，这不能让我这个当死，你先粘完我铺已经就没有劫了。对，他已经粘了嘛，对吧？他下面只是虚晃一枪嘛，他肯定是要走掉这个的，然后白的黑的铺嘛，白的已经全盘没有劫财了。应该是不是特别怕黑的不是特别怕白的下面这种搬了什么点进来做劫，是，也就是这样的话黑棋是要赢，好像赢一点，黑的有将近六十目。我刚出一数，但数都不准啊，请对，就是这样嘛，你看就是我说的这个，他铺完他挖，然后这个兔小雨直接就爬了，这里这被一家人要没了。
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本来得挡的话，这又被鲜肉排，哎，这个好痛啊！关键是你这边还能搬，这个好太痛了，我可能没忍就输在这了。大家看，你挡的话我还能点，这已经垮了，感觉这个木，哎，这个是什么鬼？有木吗？这个鞋？这不会要走成双活了吧？不是，有没有双活呀、啊？哎，这不是双活吗？你打车，我走，你走我断。我，哦，啊，这块白金难道还会出奇吗？感觉不，你不挡是没棋的，你只能往回虎，是。往回虎的人没了。刚才点的帽子点的木其实就是黑棋要稍好一点我了。刚才点的木，那还就哪还有50呀、如果再退让的话，这白棋肯定是不够这感觉是垮了。了。虽然这边下了，所以他也不补了。哦，哎呀，他下了这也不补，什么？哎呀，笑死我了！我已经，所以早年没飞着，对吧？早年飞着可能还有这边还有一线生机啊。痛啊！这样这没飞个着，感觉是。应该杀不好杀，是吧？这个地方黑棋怎么就活了呢？看一下，粘粘这个先上，手。感觉双粘就很难杀了，这个。就感觉就不知道点哪了，就很难点了。如果是嗯。他早年走到，确实没活。我给你看一下啊，他搬，这个默认你打线手没有用，我就挖，我就点进来。然后点在这个位置，这就变成打你劫只能了。弯，我就硬打，这个是个打劫啊，对吧？对，可惜他没有走到呀。没飞，好像粘这边，感觉是杀不死的。我应该是，粘上哈，看我看。觉得应该是觉得不够了，就折腾一下，黑的靠一下也行，先靠一下也行，还是别靠了。靠好。为什么？这他不是靠损木吗？啊，有可能。还好吧，这个基本上不损，因为他靠确定你这对，不是损软不损的。不损，因为就算黑棋不走，白棋走这也是现手。对，所以说你这样你只能接嘛，或者他他这个肯定不损的，因为反正现在确保你这个是个软头，然后他在这边走，是的。靠好像是更好一点，看得更清，因为你不能走别的，走别的他一挤就活了。这里做个眼，这样的话感觉赵晨宇可能要小败啊。赵晨宇全盘只有不到50目了，因为刚才我是算挡的，如果直头虎再爬下，可能只能40多了。是的。白黑棋的话，我刚才数的接近60了，60不到一点。就无限接近60，白棋好像50还弱。这样的话，你虎完爬完还该黑的下，我操，这再被一挤，哎呀，这不能看了那应该是不行了。啊！那个挡不下去，好像已经不行。这个怪不得他要爬，这一爬已经感觉昏了，是。人都崩了。所以他才会孤注一掷，想考验黑棋的这个死活，因为确实上面硬不动了，是的。对吧？他这步棋不损的嘛，反正你挤他打一下也不损，永远不损的。这步棋下的不错啊，对。感觉粘是活的啊，别的我暂时没看清啊，我觉这得不粘它应该是没有问题，我相信。粘应该是活的，打吃也挺黑的，打吃更狠。好，那这不是打劫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打劫跟没有一样，这样吗？他不想损木，打劫他提都是本身劫打，也有可能啊，因为打完你自己脚也死了，你仔细看吧，我已经，他们全盘黑白的黑的铜墙铁壁啊，你敢点他就直接提，你就这个地方有两个劫，而且你还得先送，也是好像也是更狠的一步就棋。打他就告诉你木都不给你。是有个打劫，但没用啊。全盘黑的，因为他这里至少有2个本身劫，对，然后这还有至少俩，这实在不行铺还有俩，打至少有一个三个，两个，已经够了，三个已经够了。对，然后自己弯还有嘛，往回缩还有打还有，实在不行打还有，对，就白的也不敢打，白只能回上面，那应该是要结束了。虽然还没有下完啊，这一点应该赵晨宇要崩溃了，哇，这个。双方那个真的是杀得非常的激烈啊！最后谁能想得到呢？是这个结局哎，
哦，它是挡完了之后粘这边。粘这边就木亏嘛。它粘那边死了。粘这边是能活，好像能活。能活吗？我煎呢？煎它粘呀。我搬呢？这个好像也是。这还能活？啊，不，走的时候力，煎的时候我先断。煎的时候你力有活。哦，力也行，我留了。我苟住这个眼。力是活的，对。那好像能活，他已经提了。觉得怪怪的。他已经提了。哦。那就是肯定活了。啊，黑的赢了就。黑的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明显盘十左右的以上了。盘面十目以上了，因为这里他又扛住了四目棋。这个打劫确实跟没有一样，现在由于白棋太全局太薄，不敢打这个劫啊，所以说黑的厚如那个钢板，他就肆无忌惮的欺负你啊，是的。就应该可以说黑的拿下了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出什么昏招的话，而且我觉得两个小朋友下棋，我也不太相信小朋友会出昏招啊，对，对，他只会你捡要，你的勺对对啊，对，后半盘他出昏招概率基本没有啊。就可以提前啊，恭喜我们涂小雨了啊，晋级到16强应该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